迎毕淑静老师。今天谢谢毕来，待会儿呢就要跟我们的两位女选手合唱，我们先介绍他们出来，欢迎段芸芸还有乔琳。耶，嗨，老师好，老师好，好，嗨，两位可爱的妹子。嗨。Hello，Hello。我一拉开他们啊，毕淑静老师，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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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请坐，请坐。对毕淑静老师的印象就是偶像，他就是一个偶像歌手，他的脸比我还小，而且他很白哎，他又好瘦，然后我的嘴唇应该是他的两倍厚吧。就是见面，然后这次要一起合作，要唱的是逆时光的浪这首歌。对，两位有听过这首歌吗？有。OK。 这首歌也是我自己的创作，我很好奇如果是合唱跟两位女生可以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什么样的诠释，这样子。天亮了，雨停了，失去了我还等着吗？因为我在这些时候，就是我就是强调，就是不要忘记我，对。然后天亮了，雨也停了，失去了，就是那种，哎，放掉的感觉。了解，好，谢谢老师。亲爱的，等我好吗？靠近我，多心房。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别忘了。芸芸的声音是真的还蛮soft， 很 soft， 很 soft， 所以听起来很舒服了。每当我逆着时光搜寻你的脸庞，回忆是人海的浪，穿越不了远方。乔琳的声音可以唱高亢的歌，副歌的时候她直接唱真音，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两位有想要改编曲吗？这首歌的，我自己就是韩文不是很擅长，所以我那时候有把韩文的部分写一段中文词。也可以，也可以。一眼我看见了照片，就会想起你曾经在身边。无法忘记你的笑脸，但我会放开手，你走向幸福终点。特别设计加中文跟不一样的 group 进去，对，我觉得很酷。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唱韩老师韩文的 rap， 但也希望可以保有他中文的，就想看怎么穿插。或者我回去写韩文的整个歌词。之前在荧幕上看会觉得老师是一个比较有距离感的人，但是实际上觉得，还蛮是可以亲近的。我也不想就是太严肃，像导师什么老师，就是一个。哥哥吗？你是一个很慈祥的爸爸。对，他的皮肤都很大白板。这边有一个，那是小熊。拍了吗？给你们吃。老师喜欢吃小熊。今天买的。然后今天他又买了披萨给我们吃，我们就拿去休息室选手分享，大家都被毕淑静老师圈粉。其实两位都进入状况了，只是巧玲稍微会小心细节，那芸芸相对的比较外放的唱，所以我也跟两位说，就是放轻松，放开来唱，放感情唱这样。
熙人海的浪穿越不到远方，亲爱的等我好吗，靠近我多心房，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别忘了天亮了雨停了，失去了我还等着、oh, oh. 你走的路是我想念的地方，或许我们总是忽略了无法忘记你的笑脸，但我会放开手，你走向幸福终点，不会忘记美好回忆 ，baby， 一起吧，撒达。谢谢三位带来的表演。这两位选手的音色哈，我觉得是很容易分辨的啊。乔琳的音色是比较结实啊，比较穿透力，然后云云的声音比较放松。不过今天这两位，我会选择的这位的音色变化性、可塑性，我觉得比较清楚而且明显，我会给云云这一票。哦，好，谢谢欢迎老师。乔琳和云云，你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音准上还是有一点问题。情感的铺陈上，就是可能需要再多一点东西，因为刚刚也有一种觉得，哎，从头到尾就是有一点点平平。我觉得他的光明是有层次的，尤其是你们又各自加了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应该可以再做更多。嗯，我也是比赛者，一路走过来的，其实时间也很久。嗯，然后我会特别注意到参赛者在台上的情绪。嗯，显然我觉得乔琳今天有一点点有心事的感觉，这样。对对，我觉得云云反而是比较投入在这个表演里面，所以他技巧方面，然后还有他表达的一些情绪，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其实我刚才啊，我一上来我看到乔琳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感觉是非常有爆发力的人，可
是我觉得可能今天的歌比较不适合他的发挥，就感觉他有一点被受限，所以唱的比较收一点点，有点可惜。对，可是音色上面我比较喜欢乔林，他比较不会被盖掉。是是是，对了，那但是说稳定度就当然云云的稳定度很好。谢谢所有老师们的意见。我不会是因为今天的表现，而是我会是我的基准，我的 OK 好，不说废话，没关系，这是你的时间，对，慢慢来，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没关系，你慢慢来，词汇不够，心理压力又很大，对，又配这个心脏的声音，对呀、啊，慢慢来。我选云云，云云 ，OK， 恭喜云云，也先谢谢乔林，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恭喜云云，请入座，谢谢。压力很大哦，我不想讲话了。